来，结果88.8，咱们六月我们再来拍。好了，等一下他会记录几分钟。我是莎莎，大家好，我是丽，我是丽。OK， 美工刀，我叫美工刀。好，今天开箱哈，我们快一点，这些是小玩具而已。小玩具。看一下，他新版的没有送这个座，以前都会送。第一种就摔了，这个还比较好算。是啊。这个也还比较好算啊。而且它，它的那个白面的怎么都不一样？你看一下，它跟我们以前不一样哎。基本上应该是一样的。都不一样。好，现在来 PK 吧。先随便 P 一下，说，先把三颗转乱，快点。我负责转乱。我想要这一颗，我把这颗转乱。你不要太难的。它是加发的，不会发。这新的好像比较顺一点哈。现在好像很顺了，比较滑一点。好来，那你两，你要转过来了。没关系，你还在慢慢学习，以后还会再来。那你要来 PK 吗？好，我要用这个，那我要用这个，爸爸用旧的。所以其实我本来没有要 PK 的呢。转出白面就好。对，你转出白面就好了。爸爸转六面，我等一下转出白面就好了。对对对，你们都转出白面就好了。可以哦，你看这样计时器给波波拍，有没有？怎样啦？准备好没有？有没有信心？Ready Go！ 完蛋完蛋，爸爸忽然间紧张起来了，到底可不可以转赢你们呢？你看我白色三个，是哦，哦，妹妹已经转到白色三个了，好厉害！来，放在桌面上，放在桌面上。四个了，已经四个了。不过我才拍得到，有没有很刺激？没有啊，很无聊啊。这样比赛没有很刺激吗？很无聊啊。这么厉害？是做事实而已啊。是啊、哦。我什么都觉得很无聊啊，对不对？谢谢大家。要哦，我转的是正常的六面，好。第一名，姐姐。可是我转不回来的啦。你要转正常六面，是我不会转正常六面。小胡啊，你把它转成正常六面。刚才忘记跟你讲规则，小胡你的，你自己的，要标准的那种六面。那、啊、这个对齐的，对。老爸，你刚才应该先跟你讲的，没关系。老爸，你不要直接吵我。好，不会吵。浪费时间，这我不行啦，我要把转乱。爸爸握，你看。爸爸这个面快转来了。我用你干嘛？这是啥？不。我转六面呢。可以不要扫我，好不好？好。Sorry 啊，没有看过。小你要放到桌面上。没有看过我们三个人拍片这么认真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很认真的感觉？哇。妹妹，你有信心吗？有啊。是啊、哦。我有希望的声音要来了。那你们可以
边转边跟我聊天呢，你们也很厉害呢。哦哦，那你厉害。这样子的话就好笑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哇塞！等一下，不乖的红茶。我把这个给手打碎了，这个一定会有新的，一定有新的声音来了。好像你干嘛叫我从短路女汉？那我们从比试啊，正常六面，你要不公平。没关系啊。妈，你讲话太大声，都好叫。前面要洗香香了。妈，我都还没转完。这手感不错啊。好不溜啊！我都已经熟悉这感觉，它比之前旧款的那个还要好转，是一般的版本。好，没关系。好，收工。喜欢我的片记得帮我按个赞，还要记得订阅我，按下下方的小铃铛，可以刷新的影片通知哦。还要记得分享和留言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